各位面试官好 ，HR 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李成静，来自能吃醋的山西。在年少轻狂时呢，原本想着学古人投笔从戎，结果前两个字我做到了，转过身一头扎进了工地，顶着烈日和寒风，调试机器，组装设备，我想着不能这样辜负，在阴差阳错之下又到了图书馆。本想着在书海里遨游可以多待一段时间，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呢，又跟这个网络宽带较上了劲儿，所以今天呢想求职一份关于图书档案类的职位，谢谢。成家了吗？没呢。还单身？是。有女朋友吗？也没有，跟事业一样都进入寒冬了。小伙子这个倒是挺坦诚的，我对你的经历挺感兴趣的。你是在变电站工作，设备组装，我特别想知道你是怎么从设备的组装就到了图书馆去当管理员。原来在这之前就在一个小书店里边待过啊，就是原本是说要承包给我的，结果这个老板反悔了，后来就说一气之下就直接跑工地去了。对，还是没回答我怎么从工地到了图书馆当管理员呢。那会儿因为这个他这个危险率太高了，就是亲眼看着人从这个20米上边就直接就摘下来了，这个是我亲眼所见。后来就说在网上投简历，因为觉得老待在这个工地上也不太有什么发展，就是投简历试着试一下呗。结果人家打电话说来吧，我拎着包就来了。哪儿的图书馆？北京人大。从2014年12月到2017年7月。哦，这个工作你怎么样？因为我们一般的了解比较少一点嘛，就觉得可能神秘一点，这些其实大概我们都一样，后来过去也没有什么提升的空间。工资怎么样？4000多点。确实有点吃力啊。有能耐的人家吃好的喝好的，咱没能耐咱就受着呗，是吧？一人一个活法。人的能耐啊是在不断增长当中的，也许你来到非你莫属就会被大家发现你身上有一些闪光点的哈。这个做了3年就不做了，认为没有什么发展前途。显着出去说是还干这一行，可能找个有点就是说能学习技能啊，或者能提升自己的啊，也没找见，就自个儿就开了个小超市。在人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那些时间当中，你觉得给你最大的感受，你觉得你干完这份工作留下了什么？整个人的心境确实有点变化，原来吧觉得脾气挺暴躁的，后来也不能说全改了，当时因为那种氛围和环境它就影响着你，你肯定跟原来不一样。可是我还是没闹明白，您这个来找工作图书管理员，您对我们这些提供的岗位有了解吧？说实话之前不了解，人家都是这个拎包入住，我是拎包求职。陈静啊，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你不是在外找工作，你先要找自己的内因。为什么呢？就咱们刚才说那个图书管理的那个事儿，你不是以前做过吗？我以前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吗？一到周末自己的话呢去图书馆待一天，在那个图书馆远比我获得的知识比我在学校获得的知识还要多。其实你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你守在一个金矿面前你都不会吸取营养。你指的在人大图书馆没有更大的发展，是不是指的就是我永远只能是这种外包的最基层的机械的工人，像一个工具人一样？不是，因为是在他们那儿吧，就是他们所接触到的就你就已经学完了，就是算书啊，我再接触就只能从别的途径啊去学了。这就是说你在那人大工作的时候，那里面的书你自己看过吗？有的看过，有的没看过。因为就基本上你不怎么喜欢看书。不是说不喜欢看书，工作实际上是不允许看书的。可能还有他学历方面的一些制约啊，阅读有的时候也需要一定的门槛啊，还有一些的兴趣。你在想去做图书管理员这个事情上，我认为你可能是说借这个机会你想给自己留点什么，我是不是我能学点知识，我的整个的人生当中这一段的工作经历比较多，但实际上咱是没有积淀的。其实有的时候他的求职岗位我们场上没有，但是大家也可以帮他想一下，看看有什么潜在的东西能够提供给他。就类似比如说保安啊、保洁、工区的维护的类似这样的职位，不知道他会不会OK。 这个我想过，当然还是觉得还是干自己喜欢的比较好。我现在想问你一个问题啊，程静，恕我直言，你为什么不做外卖啊、快递啊这些？你为什么不考虑做这些呢？因为你看在家里边吧，他图书管理员他没有这个职位，你只能在外边才可以学到这个技能。
这是有矛盾的，因为你刚才讲到说你在现有的图书馆里已经到了上限了，你说这岗位已经没有空间了，你再换一个图书馆里它会有差别吗？还是说你想到国家级的还是到什么样的？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图书管理领域当中你有研究过吗？不一样，因为越大的图书馆分工越细，可能你会的只是其中的某一项，如果说学校小一点的话，在其中你又会的就比较多。对，那没问题啊，就是你到职场你是想去学东西还是为了给职场拿你的能力贡献价值？肯定是先去学呀。那你学完了是为什么？就是为了满足自己想学习的这个想法欲望。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属于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那种。如果你一条道走到黑的话，那你还会来好多次非你莫属，每一次来都是上一次那个大学图书馆不行了要换一个图书馆，很为你担心。你现在跟爸妈住在一起吗？是住在一起。你最近一份工作干到什么时候？9月份。你现在的积蓄能够让你在北京坚持到什么时候？维持不了几天。那其实我觉得哈，咱们说回到人最根本啊，生存的最基本需求。现在您没有收入了，也没有工作，你自己也说了，在北京维持不了几天。我觉得当务之急，咱是先让自己活下去。如果说有梦想的话，先活下去再追求梦想。在这儿我是已经尽了我的所能，实在是没有办法帮您找寻到一个适合您的岗位。太冷门了。不是冷门，是你太执着。我想可能是吧，有时候妥协与执着，如果选一条的话我还是选执着吧。好吧，来吧，第一环节请大家做出选择。因为我觉得你现在首先先要想考虑着你生存的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我现在能坐在这个舞台上，可是我15年前也是上街发宣传单，我也在地下室住2年，我做过我的行业周边所有的助理才到现在的。不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没有人会在意你吃苦的过去，因为你再吃苦，你的吃苦的人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你是靠自己的能力跟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取吃饭的条件的。所以哪个行业都可以做到自己非常光彩的一个或者最非常高的一个地位的，所以就努力吧。职业没有高低贵贱，最核心的是你要找到，比如说你喜欢学术你就应该持续学，但是你并没有，那如果你要靠努力来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那你就应该做事儿。守在图书馆里面并不值得让我们觉得你努力了。好吧，来程姐，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希望我们的建议能对你有帮助啊。谢谢。